好，我们现在先开始学第一个动作，行礼起势。那么行礼起势是印度舞蹈当中每一段舞蹈开始都要有这样一个开场的序。那么首先我们先来演示一遍，请您注意看。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好，我们从正面再来做一遍。我们这一段呢，加上那在印度舞蹈中赋予的语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这一段动作表示了什么含义。请准备好，准备。大地呀，我的母亲，我要开始舞蹈了。请祝福我成功吧。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脚下的动作，请来注意看我们足下的动作，双手扶在胯上。那么印度舞的基本体态要求我们身体立直，那么脚位呢，几乎都是从正部位开始，脚尖并拢，脚跟并拢，中段收紧，上身微微抬起。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脚下动作。跺右脚，跺左脚，好，打开，蹲，好的，起的时候脚跟向里压，那么注意胯要充分展开，站直以后，脚尖收回，行礼的时候身体重心放低，好的，我们再来从反面看一下脚下动作。好，我们从右脚开始，跺脚2下，一、二，好。现在我们脚跟并拢，脚尖打开。好，您从反面来看一下。好的，在这样的基础上，蹲，膝盖打开，脚跟压起。好的，脚跟收，人慢慢起来，注意中段提住，保证膝盖和胯的外开。好的，脚尖收回，并步行礼。好的，那么刚才我们简单的来看了一下我们脚下动作，那么现在我们谈一下印度舞需要注意的地方。那么印度舞很多都是一个外旋的动作，打开的动作，因为它是宗教舞蹈的一部分，所以在舞蹈中我们要注意保持舞蹈的特殊的韵味，要求我们的膝盖外旋。那么胯部收紧，打开，蹲，做一下脚下动作。准备，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蹲，二、二、三、四、起，五、六、七、八，收回，行礼。好，我们从正面再来做一下。好，请从正面再跟我们来完整学习一下。一、二、三、四、五、六，打开。好的，慢慢蹲下来，胯部打开。好，脚跟压住，整个人重心提上来以后，并步，脚尖并拢，行礼。好，非常好，我们再来学习一下上身动作，请背面示范。那么上身呢，我们来看一下，那么印度舞蹈的它的手语手绘非常丰富。我们在这里将我们的大拇指、我们的前三个指头捏在一起，肩膀端起。好，请从侧面来看一下，肩膀往里翘一点，两个手尽量的往回翘，夹在一起。好的，在这样体态下。随着身体的转动，跺脚的同时，身体低，反面也一样。2下，好，注意看我下一个手势动作，握拳，空握拳，两个拇指冲上，向上推，推到我们的头上，打开眼睛看右手的方向。好，手下来，手打开，手掌点地。好的，轻轻的。点一下眼睛，好的，
双手合十并拢，行礼。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上身动作，三个指头先捏到一起，右边一下，左边一下，拇指相对，头上推开眼睛看的右手，画一个完整的圆以后，手轻轻点地。点一下眼睛，手并拢，抬起，行礼。好，那么这一遍呢，请您跟我们一起从正面来做一遍，准备好。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好的，我们再来一遍，请准备好。我们这一次按我们的口诀一起来：大地呀，我的母亲，我要开始舞蹈了，请祝福我吧。